MBTI 大作战 IE 篇。当 I 人同 E 人影相 ，E 人影相边嗰边。我冇剧，我冇剧，我冇剧，我冇剧 ，OK。I 人影相，耶！俾多啲其他动作啦，嚟笑得开心嘅，系啦，呢度好睇，呢度好睇，耶！啊，伸只脚出嚟，耶！当 I 人同 E 人搭 lift，I 人搭 lift 撞到识嘅人，响叻啊！冇同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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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冇同佢啊 ！E 人搭 lift 撞到识嘅人。喂，好耐冇见啦！人呢？我谂我见你前排咧，好似 po 咗 IG 咧，话去咗日本玩，我嚟紧都要去咯。我谂出去睇樱花啦，跟住又睇富士山啦，跟住之后仲要睇雪啦。啊，定系睇佢食咗甜品先咧？喂，你有冇啲咩好推介嘅地方啊？都系唔好啦，好似都系自己谂好啲。当 I 人同 E 人独处 ，I 人独处，难得嘅 me time， 睇下呢本 Google 学下数据先。是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啊！二人独处，闷啊！好闷啊！好闷啊！喂！你做紧咩？有咩玩啊？有咩玩啊？喂，睇咩书啫？有咩书睇啫？当 I 人同 E 人表白，我今日一定要同阿 Nick 表达我嘅心意。加位喎 ，Nick！ 嗯，咩事啊？天气几好，我哋去行山好唔好啊？走啦，走啦。E 人表白，哎呀，我中意你啊，可唔可以做你女朋友啊？冇得 say no 啊！虽然独处是我哋获得能量的方式，但系唔代表我哋唔识社交噶。成日都听到 MBTI 十六型人格到底系啲乜东东？其实 I 同 E 分别系代表 introvert 内向、extrovert 外向。I 人通过独处时间获取能量，而 E 人咧就通过社交获得能量。喂，耶耶！